大家好，在上个视频里面给大家分享了心算技巧中的一种记忆数字的方法，就是流行世界的一种记忆数，叫做 Magic System。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用这个系统来测试一下，我们来记一下圆周率的前100位，试一试看它的效果如何。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 Magic System， 它是用0到9的数字对应于不同的字母，0呢对应于 ZS， 1呢对应于 TD，二呢是 N， 三是 M， 四是 R， 五是 L， 六呢是 J 或者是 CHSH， 七是 K 或者是发科的 C， 八是 F 和 V， 九是 P 和 B。 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圆周率的前100位。现在呢我们把这个100位的数字呢分成5组，每一个大组呢又把这里边的数字呢又分成一些小的组合，这里边每一个小的组合呢就对应为一个单词，而且整个呢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句子。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记一共5句话，只要把5句英文把它熟练的记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迅速的把这些句子中的单词呢转化为相应的数字。我们先看第一组数字，那么它对应的这个句子呢，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创造这样的句子。现在我们就假设有这样的一个句子 ：My turtle pencil will my love pick up my new mower ginger。这里边的这个 M 呢对应于3 ，T 呢是一 ，R 是4，这个 T 呢是一，然后 L 是5 ，P 呢是9，这个 N 呢是2，CH 这边发 ch， 所以呢它对应的是6，两个 L 呢。只发一个 L 的音，所以它对应于是一个5，不是两个5。M 对应于3 ，L 呢是5 ，V 是8 ，P 呢是9 ，CK 呢这里面发 k， 所以对应的是7 ，P 呢是9 ，M 是3 ，N 呢是2 ，M 是3 ，V 是8 ，R 是4 ，G 在这里面发 j， 所以对应的是6 ，N 也是2，这个 G 呢也是发 j， 所以它对应的是6，这个 R 呢对应的是4。这里边呢已经有24个数字，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熟练的背下这句话，就可以顺利的记下圆周率的前24位。好，我们再看第二组是这样一串数字，它对应的句子是 My movie monkey plays in a favorite bucket。 M 呢是3，这个 M 呢是3， V 呢是8，这个 M 是3，然后这个 N 呢是2， K 呢是发 k， 所以是7，P 呢是9 ，L 是5 ，S 是0 ，N 是2 ，F 是8 ，V 呢是8 ，R 呢是4 ，T 是1 ，B 呢是9 ，CK 发 k 对应的是7 ，T 呢是1。好，这是第二组。第三组这句话呢叫 Ship my puppy Michael to Sullivan's back rubber。 SH 的是发 sh， 所以对应的是6 ，P 呢是9 ，M 是3。这第一个 P 呢是发 P， 所以它对应的是9，后面两个 P 合在一起发 P， 所以也是一个9。注意这里边一个 P 对应一个9，这边两个 P 对应一个9，所以这个对应的关系跟字母的多少没有关系，并不是说两个 P 就对应于两个9，是根据它的发音来对应的。 M 是 3，CH 呢发 K， 所以呢这里边是对应的7，所以 CH 有时候会对应6，有时候对应7，根据它的发音。这个 L 呢是5，T 呢是 1，S 是 0，LL 呢同样呢它是发一个 L 的音，所以呢是5，一个 5，V 呢是 8，N 是 2，S 是 0，B 呢是 9，CK 是发 K， 所以是 7， 这个 R 呢是 4， 两个 B 呢发 B 是 9， 这个 R 呢是 4。 好，这是第三组。第四组我们看它的英文是 A really open music video cheers Jennifer Jones，这个 Jennifer Jones 是一个人名， R 呢对应是 4， 是4，两个 L 呢对应一个5，因为它只发一个 L 的音， P 呢是 9， N 是 2， M 是 3， S 是 0， C 呢发 K， 所以对应的是 7， V 呢是 8， D 是 1， CH 发 CH， 所以呢它对应的是 6， R 呢是 4， S 是 0， J 发 J， 所以呢对应是 6， 两个 N 合在一起发 N，所以呢它对应一个 R， 然后 F 是 V， F 是对应一个 8， J
J 发 J 的音，所以是六，然后这 N 呢是二 ，S 是零，最后一组，它对应的这个句子是 Have a baby fish knife, so Marvin will marinate the goose cheek。V 呢是八 ，B 呢是九，这个 B 也是九 ，F 呢是八 ，sh 是发 sh 的音，所以是六 ，N 呢是二 ，F 是八 ，S 是零 ，M 是三 ，R 是四 ，V 呢是八。N 是二，两个 L 合在一起发 L 一个 L 的音，所以是一个五。M 是三 ，R 是四 ，N 是二 ，T 是一，这个 T 也是一。然后这个里边是发 G 的音，所以它对应的是七。S 是零 ，CH 发 CH， 所以呢是六。CK 发 K 的音，所以对应的是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所有的前一百位全部的对应出来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记住这五组句子就可以把这一百个圆周率的前一百位全部记住。当然我们随着这个熟练的程度的增加，可以在心中对这个前一百位会越来越熟练。比如说我们讲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九五零二八八四幺九七幺六九三九九三七五幺零五八二零九七四九四四五九二三零七八幺六四零六二八六二零八九九八六二八零三四八二五三四二幺幺七零六七，这些顺序我们随着我们这个结合的这个句子，结合这个记忆系统，我们背的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已经形成了这个印烙印了。所以说我们在后来的时候，只需要在想不起来的时候再回想一下这个 media system， 提醒一下我们某些数字的位数是哪一位就可以了。所以呢是很容易把它记下来的。好，这就是这个圆周率的一百位。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